表你的抬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儿红又圆，好像那苹果到秋天。独家记忆，百变人生，欢迎收看记忆，我是孙宇。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位在舞台上潇洒演唱的歌者，就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演员张嘉译。2014年，张嘉译作为帮唱嘉宾在综艺节目当中惊艳开嗓，震撼全场。这些年来，张嘉译在众多影视剧当中饰演了很多经典的大叔的形象，给人们感觉他很有岁月感。但其实呢，翻开张嘉译的简历，他也就是一位70后。有人曾经为他做过统计，从1990年到2010年，张嘉译一共出演了17部电影，超过1000多集的电视剧，可谓是影视界的超级劳模，让观众们从陌生到熟悉。这个人用了长达20年的时间。班鲁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跨生物。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一个女人可以因喜恶足的生命，明白了。蜗居中，他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哎呦，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不惜一切代价。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苦难。来自普通家庭，他怎么误打误撞成为演员？就从来没想过会做这一行。那会儿是在体校练摔跤。大学时代的他有着怎样的青涩模样？由于演戏，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磨难？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了。那是我第一部戏。婚后生活，妻子殷和对他非常不满，非常会生气。刚开始的时候吵得很厉害。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张嘉译坎坷从艺路正在播出。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呢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给他起名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呢性格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的生活，被大孩子们带领着一起玩耍。我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打包，搁这上学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
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就从来没想过会做这个。那时候是啊，那时候就是整天疯跑疯玩啊。那会儿是在体校练摔跤，那时候比现在瘦一些，练摔跤的时候只是业余爱好，就每天放学去练两个小时。那会儿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只是在那个阶段大家都可能练摔跤的时候是因为你浑身那会儿就感觉有劲儿没处使似的，就所练练摔跤，每天去练就觉得自己哎特别喜欢。那么你真正是不是把它当作最后一生的这个事业都没有想过。那时候的张嘉译懵懵懂懂，要不是舅舅的极力撺掇，根本没打算过将来还会从事表演的事业。那会儿的时候是因为我舅舅他在西影厂做制片，他在西安晚报上，实际上那会儿是两开的那种特别小的报纸，有两个指头这么宽，写着电视学院在西影厂设点招生。这样我舅舅说去玩吧，特别好玩，就给我讲好多考场的笑话啊，就是这么好玩那么好玩，很多那个特别热闹的笑话。那因为那会儿小，就对什么事情都好奇，也爱凑热闹，所以就去了，报名去了。那时候考什么都不知道，找了一个老师说怎么考，考什么，这个总得知道。人说你得考朗诵诗啊，得唱歌啊。当时还唱的什么你还记得吗？大把归来，那会儿唱歌跑调，不会唱歌，所有的歌都跑调，就这个歌啊，就这军歌最简单。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孩呢长得也比较端正，比较好看，另外挺有个性的，就是属于那种挺朴实而且挺梗的那个样子，就是挺憨厚的样子。当时不觉得这个摔跤怎么练啊，就是说你形体展示嘛，你还是做广播体操嘛，所以对吧，协调性有。但是我们在当时做一个小品的时候，我们班同学热河曼那小时候练过武术，他就让我跟他搭档说咱们俩能不能演一个小品。我说好，他说演一个就是师兄弟儿怎么着打着闹着玩，我好。那人当时年轻，手可能没轻没重，所以他上来跟我一闹着玩，一撕吧，一着急就拉着他，啪就一个板给打地下了。完了老师觉得行，你不要真摔了。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个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烫金面的录取通知书。1987年，17岁的张嘉译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去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展开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窗口外的风景再也不是邻居家的窗子和自己的伙伴，而是校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辽阔的无边无际的天空。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多小，灾难深重，看你张嘉译像了，够灾难深重。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特端正，不像了。阿门阿谦，你可不好。你怎么在干嘛呀？你都唱出来了，太像了。阿门阿门，两个大林鸟。阿七阿七阿在笑他，他那会儿那么小，你说我，所以我当时就说没说看出他能到今天这样了。嘉陵江边映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更艰苦。我怎么样了？其实大学的四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嘛。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
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摔落一身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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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一次拍电影的机会，他因何错过？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的，那是我第一部戏。执着于演戏，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磨难？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婚后生活，妻子因何对他非常不满？非常会生气，刚开始的时候吵得很厉害。张嘉译坎坷从艺录正在播出。据当时的老师回忆，张嘉译刚进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害羞的男生。害羞到什么程度呢？上学第一个学期他就从来没跟班里的女同学排过小品，都是找男同学去排小品。因为当时他跟女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感到不好意思，而且还会脸红，甚至连门都不敢进。为了练张嘉译的胆量，老师呢也是煞费苦心，特别为他安排了一场戏。因为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还有一个刘敏，他比我小2个月，剩下就是我，两个70年。完了，把我们班让我拍一个小品，要让我把他抱着上来，站到台上。完了，因为当时他就等于说是演一段激情戏一样，你把他放到那个床上。你我不喊停，你不许停。当时抱上来站在我台上，往那儿一放，我就停了。张米饭，总算班里比较用功的一个学生，就是学习比较好。那时候我们要练晨功的，练晨功很艰难的，每天天亮就得天亮起来就得练功。他基本上坚持，基本上做得比较好。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忘了，拍了个大戏。他当时是班里小的，我给了一个他最老的角色。当时我们拍了一个舞台戏叫《赵氏孤儿》，当中有一个大臣，就是岁数很老的一个大臣，这个角色叫公孙楚旧。存亡难卜，还说得上什么抚养孤儿、报仇雪恨？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我。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你。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上学时候，我们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的形象很受局限，你可能毕业以后不会演主角，可能更多的是演配角，但是你要坚持。我说我知道，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当时还是通过这样那样关系认识一位领导，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蛰伏九载，他如何磨练自己的演技？两辆汽车，我要从这个车头被找到那个车头，这样的动作我都能做。执着于演戏，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磨难？我白对你这么好，我每天给你煮牛奶，我给你洗衣服，你这会儿你个白眼狼。而立之年，他为何放弃一切艰难北漂？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中年得女，幸福奶爸有什么改变？就婆婆妈妈了，见着这些没孩子的岁数跟我差不多的，就得念叨着赶快要，赶快要。张嘉译坎坷从艺路正在播出。像那个年代许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张嘉译服从毕业分配回到了原籍，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同时呢他又住回了少年时就熟悉的院子里，家人特意为他加盖了一间小房，小屋的外面就是院子里的过道，平时邻居们走来走去说悄悄话，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那间房很小，只能够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沙发，还有一台电视机和录像机，而房间的窗户很高很小，他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在窗口极目远眺，也没有了北京电影学院宿舍窗口看见的那片辽阔的天空。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一年之后，张嘉译才开始逐渐有机会出演一些非常小的角色。从那个时候起，长达9年的蛰伏生活进一步磨练了他的演技。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3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3个月？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要是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是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说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如何处理，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那时的张嘉译比在大学时期更执着于演戏，他认真对待每个剧本，细心研究每一个角色。22岁的时候刚到西影厂，金鹰导演的一部电影叫《残酷的夏日》，因为正好跟他的儿子很熟，就不断地跟导演说我来演吧，我来演吧。当中有很多打戏，我说我可以不用替身，那个时候这样的地我可以这样摔，水泥地都可以摔，从这个车两辆汽车，我要从这个车头被找找到那个车头，这样的动作我都能做。我在现场很张罗，什么闲事都爱管啊，可能对手的台词说的不对了，我也会提醒他。从小拍戏就倔，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拍《猴年耍猴人》，跟张秋歌，我们俩住一个屋，他比我大个7、8岁，我一直在剧组里叫他哥，他照顾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给我洗衣服，袜子也洗，每天早上回来要给我做早饭，煮牛奶，打鸡蛋，伺候我。完了，我们俩在一起拍一场戏的时候，快给他气疯了。当时有一场戏，原剧本是有问题，导演提出这样不行，那么张秋歌提出一个方案，我觉得他那个方案不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演？那个时候张秋歌可能30岁，我22岁，就说服不了，就打架了。说不行，你就必须得这么演。我说我就不演，我拧身就出门了。我就不进来。张建国出去指着我鼻子开始喊，我白对你这么好了，我每天给你煮牛奶，我给你洗衣服，你这会儿你个白眼狼。我一挥胳膊，我说两回事儿，我说明天开始我可以给你洗衣服，我可以为你做早饭，但是你要让我今天这样演这场戏，我说就是不行。其实现在想一想，可能是沟通方式，但是你的初心是想做好它。你这么认真的对待它，是因为你喜爱这个职业，尊重这个职业。自己给自己发过一个狠，我说我不要多，让我到45岁，现在这样能保持到45岁，我一定要演出来。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演了几个角色之后，逐渐地被一些导演们认可，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放弃了自己在西安优渥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那就是他是一个，那是很脏乱差的一个人，那是一个，那是整个衣服有时候一打卷就来了那个。我觉得他到北京来，实际上是一个咱没什么钱的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把所有我们发的钱啊什么的，他在全在口袋裤子口袋后面装着，鼓鼓囊囊，都是为了方便，他也不存银行，完了以后他到北京来以后也没地方住。你看那个人零首付的房子，他就买了一套回来跟我说，哎，我买一套房子。我说你挺有钱的呀，他说不，人零首付，就完全是中了那开发商那个圈套一样。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万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
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又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一半钱，我付的首付。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嗯。啊，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嗯。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嗯。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嗯。婚后生活，妻子殷和对他非常不满。经常会生气，刚开始的时候吵得很厉害。中年得女，幸福奶爸，有什么改变？就婆婆妈妈的，见着这些没孩子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就得念叨着赶快要，赶快要。张嘉译《坎坷从艺录》正在播出。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张嘉译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因为他的脊柱受损，他站立的姿势呢总是无法显得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起来，他每天都得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必须先洗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投入到角色当中，忘记身体的伤痛。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着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着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你最初的，你的理想。2004年。电视剧《国家使命》在各大电视台上映，张嘉译在其中扮演了一位为新中国建设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演员王海燕扮演他的妻子。凤凰，我爱你，你是我丈夫。张嘉译和王海燕因戏结缘，但其实他们刚开始拍第一场戏时，张嘉译就惹得王海燕非常生气。我对他印象不好，这个人来的那个时候我根本还不认识他，我在剧组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他是拍完别的戏才后来的，我上来就是夫妻俩的戏还没有开始呢，正在准备的时候他就把导演叫过来请过来，导演一来他就说着一口那种，我觉得这场戏吧，这个台词点不准确，没这么偏，删了。对，现在有戏，现在丑化，我觉得很像。我也是很认真的准备了一晚上，我决定把这些词删掉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是个很怪的事儿。你当什么接受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就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肯定说你凭什么？你给我讲讲道理。你要删你删你自己的，我得演，肯定是这样。那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哎呀不认识算了吧，赶快拍完算了。虽然第一次见面就很不愉快，但接下来的拍摄过程中，张嘉译和王海燕逐渐熟悉起来，彼此互生好感。
剧组就是这样，收工大家一起吃饭，演员在一起，后来才发现这个人还行、不是当时见面的那样。是我们剧组啊，在从那个拍戏的县城转到成都市以后，我们有一个化妆师过生日，跟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就想着给那个化妆师买一个礼物，我想送他一个这个手镯嘛，但当时还有好几个都在拿着看，就看了这个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说这个也好看，我也挺喜欢的，我一直在说。后来我就说了一嘴，我说今天那个已经买了那个了，就是消费不能一天那么多嘛，自己就在那儿大家一起议论，就在那说说这个先别买了，就走了。走到那个商场门口的时候，该去吃饭了。张嘉译当时就跟大家说了一嘴，说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卫生间。他就返回商场了，都以为他去上厕所去了，结果他过一会儿就出来了，也还一样没什么事。然后吃饭，到吃完饭的时候，那个大家去唱歌，唱完歌回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他就往我房间打电话，就过来一下，一见面然后他就把这个给我了，我当时还挺吃惊的。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买的。自此张嘉译和王海燕开始了3年的恋情。2007年，张嘉译和王海燕在陕西西安完婚。他妈妈一直跟着他，也在北京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待着领证之前一直叫阿姨，叫习惯了在北京跟我们一起，一回来吧，就属于是一会儿就忘了。刚进门是强迫自己要知道该改口，还叮咛我，说你该改口介绍。我说知道，进门妈，特干脆，哎。很高兴，一会儿一拧头，阿姨，反正那边又回头了，他有一空档，他一回头想起来了，妈，再加一个阿姨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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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阿姨妈，算了。婚后，因为张嘉译特别爱打麻将，有时还成宿的打，这让王海燕非常不满，非常会生气，因为我不了解，我也不喜欢，人就很主观嘛。他们都是出去玩，我从来就不接受这个，没有原来就没有就是亲身在旁边经历过他们玩的这个场面。不是你在，我只是想象他很讨厌的玩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吵得很厉害，我是等他回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找我谈话，可以一宿一宿谈话。你觉得累吗？不累。真不累。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在这儿等你的感觉啊？你自个儿早点睡嘛。我睡不着啊。不做思想工作是一种，对我是一种催眠。他要跟我一说谈话，我就得先这姿势摆好了。等会儿，等会儿再说。我把椅子全部弄好了，我说你说吧。我说这样。然后5分钟以后我就睡着了。睡着了，真睡着。真睡着。然后我在那说，突然一下。对啊，中年得女，幸福奶爸有什么改变？就婆婆妈妈的，见着这些没孩子的，岁数跟我差不多的，就得念叨着赶快要，赶快要。执着于演戏，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磨难？做 CT 时，做头颅 CT， 好，做完 CT 以后直接送到一号手术室，其他的检查都在手术室。行，好，见不得你受委屈，我见不得你被谁骗了。你再过得胖，我心里比你难受100倍、1000倍，我就是不想让自己难受，行吗？张嘉译《坎坷从艺路》正在播出。后来王海燕也想通了，丈夫也就这么一个爱好，难得休息几天，爱打麻将就打麻将吧。从那以后，她也再不干涉张嘉译。由于夫妻二人都从事演艺工作，所以平时聚少离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张嘉译和王海燕的感情。那几年我们俩拍戏都不在一起，有一次是在深圳拍戏的时候，他也在拍，然后就
除了每天打电话之外呢，就是分开的时间很长，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大概都可以数得出来嘛，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每天都要通电话，通好几个电话的，几乎都很自然而然的知道对方这时候干什么，拍着呢，这时候收工了，这时候吃饭呢，就习惯性的哈，不是为了交代。就要过那个元旦的头一天，我记得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没开，他在北京，我打到家里去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算是小兄弟吧，他一助理在我们家呢，那个小孙接的电话，当时我说你哥呢，他说我哥出去办事去了，我说那他手机怎么没开呀，怎么打不通，那个小孙就说那我你过一会儿再打吧，我也不太清楚，就这样一直到下午中午，中间我一直在拍戏，有空的时候我就打一下，都不通，我就有点着急了，没有想别的，一直到我下午收工他的手机通了。其实通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我的房间了，我是从那个现场回宾馆的路上，我回到房间呢他又没在，正好在这个就在这个当口吧，通完电话他出去买牙膏去了，我进房间的时候呢，我又给他打电话，我们俩还通了电话在闲聊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人敲门，我还跟他说，我说你等一会儿有人敲门，就拿着电话把门一打开，是他。哎呦，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头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飞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鞋，来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你的柔情和的泪。在生活当中，张嘉译努力做好一个模范丈夫，他拍戏所得的一切收入都会交给自己的妻子来管理，他颇为享受这种妻管严的状态。在事业上，王海燕呢逐渐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充分发挥贤内助的作用，她站在自己的丈夫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前行。2010年，张嘉译和王海燕的女儿出生了，张嘉译成为了一位幸福的奶爸。当时我是进到产房以后就一生下来，从放到这儿捡脐带，我就在看着他，完了放在生长撑，完了护士给他简单清理一下以后，一包裹起来，那个护士我觉得特别熟练，一拧的时候冲着我抱着，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放我怀里，我当时就这样抱着，一定都木了，但是你就看着他的时候就觉得啊，特别特别的特别幸福那种感觉，言语都好像都不太好表达那种感觉，确实很激动，使劲来克制着自己。那会儿刚抱回来以后，孩子跟月嫂来照顾，在隔壁屋，只要我们孩子稍微有点动静，平时我耳朵不太好，听孩子有点动静，噌一下就竖起来，赶紧就往那儿跑。一提孩子，张嘉译就会滔滔不绝，言语中满溢着作为父亲的骄傲。就是这个小天使，甚至改变了张嘉译的性格，更顾家了吧？就是想往家跑，想回家。可能我是每天因为也出门也要拍戏啊什么的，但是我出门之前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着我女儿一眼，因为有时候我要出工早的时候，她还没醒，感觉你今天拍一天戏，就想着晚上早点收工，赶快趁她睡之前能抱一会儿。这种感觉可能，因为你总觉着可能再过两个月，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法这么抱他了。你觉得你可能要为他会去做很多事情。
对，为他去改变，嗯，为他去做。哎，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就婆婆妈妈了，见到这些没孩子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就得念叨着赶快要赶快要，特别好。中年得女的张嘉译在享受快乐家庭生活的同时，也常常感恩自己的母亲，怀念自己童年时代那个温馨的大家庭。我妈妈呢岁数很大了，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母亲，在我们家里边是一个精神支柱一样。从小的时候你感觉她很强，你像小时候我们家吃饺子都是我妈一个人包，我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的那么大的一个好像每家都有一个大的那种羊铁皮的那个大洗衣盆，经常现在脑子里都有那个印象，经常会有印象，老太太在那儿，那时候年轻嘛，哎，我妈在那儿搓衣服，就在这儿吃完饭啊，看电视啊，或者那会儿没电视的时候，那会儿没电视，聊天的时候，那一大盆在那儿搓衣服，一家子衣服都得洗，都是这种。我想了，我要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啊，更多的是一种那种温暖，我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那种。那个灯泡照出来颜色是那种黄黄的那个光，嗯，因为家里边那会儿都是一个灯泡拧的，一家没有暖气生的炉子，晚上吃完饭可能坐那儿聊聊天，一家人在那儿说话，家里来个客人，小孩就可以偷会懒，嗯，就在旁边坐着可以跟他们听他们大人聊天啊，都是那种环境下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很温暖的温馨的。为了演戏，张嘉译可以每天不吃不睡，而拍完戏之后再苦再累，他也会把自己的表演再回忆一遍进行总结。在片场，张嘉译非常的敬业，如果他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会向导演提出重新拍摄。说起这20多年在演艺界的生存之道，张嘉译说就是认真，再不客气点说是实力，是对角色的把握。一个好本子，一个好导演，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拒绝的诱惑。20多年投身演艺行业，张嘉译一直在努力践行着踏出校门时就默默许下的心愿，做一个好演员。我是一个可能对这个职业很享受的一个人吧，喜欢演戏，虽然说天分不是特别高，但是还算有一点吧，而且也能从演戏的过程中获取很大的乐趣，嗯，所以这么多年20多年一直都很愉快的在干这个行业。我一声发愁了，明天别在茶馆见面了，茶水要钱。2011年，在一部由钱福、原班人马打造的谍战大戏《借枪》中，张嘉译饰演了一个窝囊又有点脾气的平民特工，掀起了新一轮的谍战剧热潮。嫂不喝，我就不怕油腻。行吧，解解渴。张开嘴说，我看你能不能吐出一口莲花来。啊，莲花吐不出来，有牙花子。一口葱花。走了，这就走了，等我领了薪水。嗯，爷爷。明儿爸爸带你上聚合楼八大碗黄焖鸡块、南煎丸子、元宝肉、素食几垮炖木鱼、赛螃蟹、烩什锦、烩三丝，再加上乌鱼蛋的酸辣汤，好不好？好。好。在借枪中，张嘉译说相声耍贫嘴，脾气十足，你是我兄弟里还有摇身一变，成为了有正义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剧中他更是一反平时斯文儒雅的形象，对弟弟进行强势又粗暴的教育，时常大打出手，被媒体称为十足的暴力哥。我打死你我都老大你行别打了，老大听话，老大老大听话，老大，哎呀别打了。凭借着对角色的细心琢磨，加上如日中天的人气，张嘉译一鼓作气又连续出演了《悬崖》《心术》《一仆二主》等热门剧集。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别我以重任，感谢大家赏光，
我干一杯。推 CT 时做头颅 CT。 好，做完 CT 以后直接送到一号手术室，其他的检查都在手术室。行，好。我又不是你爸，又不是你哥，我凭啥为啥要为你拼命呢？你害啥你妈？你忽然这么大声，你吓唬谁你妈？你说你心里头有我，你要娶我，你回去等信儿行不行嘛？我是见不得你伤心，行，见不得你受委屈，我见不得你被谁骗了。你再过得怕我心里比你难受一百倍一千倍，我就是不想让自己难受，行吗？喊啥你嘛，有啥好喊的嘛，喊啥你嘛。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们毕业以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失业，没有戏拍。你要想想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我学这个的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我在我60岁的时候，能做一个表演艺术家。奔着这个理想一直坚持到今天，还在努力。因为理想。不放弃。张嘉译从第一天演戏开始就是奔着表演艺术家而去的，这是个清晰而又现实的目标，一旦树立他就会奋勇直前，因为他真心喜爱自己的这份行当。正是这种单纯至真的喜欢，让他这一路走来虽然历经风雨却无怨无悔，最终张嘉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